假设离别无法抑郁过每一天，眼神中有点落寞，有点藏着什么。我问你要头，眼神却闪烁，遥控我感受。
快乐，自由的飞，有天使在你身旁。圣诞节，而且我们的圣诞节都比别人还要长，长很多很多很多，因为我们提早了，提早十天，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希望圣诞节的时候你们都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礼物，好不好？好。接下来继续唱歌哦，阿飞的小蝴蝶。我说我的小蝴蝶。
老萧，再次欢迎金曲歌王、摇滚天王萧敬腾。哇塞，我看到都心疼了。你其实身体为恙，还 OK 吗？还 OK 吗？很好啊。OK 吗？好，下午去看医生了，对不对？对啊。哦，你要不要保重一下你自己？像是那个篮球眉毛，眉毛受伤了，对，好了吗？都是小事情。大事情啊！没有没有，这都是一般人平常都会发生的事。你还是很帅。对呀、啊，这还是很帅。你眉毛受伤是头条啊，我们摔到水沟都没有人要写。所以我就觉得很烦，那就会造成大家的这个会担心，对不对？不是，就是没必要上新闻的就要上新闻。没有了，因为大家关心你，关心你的一举一动。对呀、啊，你是我们的小事。还有，你还会剪头发，我也关心啊。哦，什么什么什么？小珍姐 po 了一个影片，说老萧很会剪头发。你有新才艺，新技能呢？我本来就会剪头发，本来就很会。对，我高中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剪头发，我高中同学都有来现场，所以真的吗？哦，你帮你自己剪，也帮同学剪这样子啊？对，我还帮他们修眉毛。以后我还修眉毛啊？真的真的真的。多才多艺，我觉得以后比如说狮子出片 ，Papa Store 当然要开了，还是说我们就帮歌迷剪头发，一百块，对不对？抽两个幸运歌迷，让老萧来剪头发，修眉毛，修眉毛，对，我觉得这超酷的。谁想被老萧剪头发呢？好，是一定有机会。我超会修眉毛了，这么得意，真的？什么啊？那我想请问，什么叫超会修眉毛跟一般会修眉毛？你是有多超？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在学校修眉毛，然后学弟、学长、学姐、学妹都会来我教室来帮我来找我修，真假？像个人工作室那样，就已经传开了这样，传开了，传开，没有传到我家啊。我们不同届，不同届，我今天才你是长辈界，我是长辈界，好，算你狠。但确实是这样，我们看到老萧多才多艺，希望你继续努力，但真的要保重身体，好不好？好，好，好，好。我刚刚就觉得新的一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计划？对，分享一下，分享一下。新年就是2020年嘛。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现在你想要买什么特别贵重的东西，比如说车子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什么东西，千万不要现在买。一定要等到2020再出手。哎，为什么呢？因为2020是一个新的时代的诞生嘛，所以新的产品，无论是那种什么手机啊，科技也好，或者是新的那种产品的发布会，很多都一定会在2020会有给大家。你这样讲话好像业务哎。不是真的，因为我憋了很久。其实我今年年初啊，2018我就有东西想买，但是我在撑，等到2020应该会有很棒的东西。哇，这很酷的 idea， 真的。OK， 跟着这个趋势，因为2020可能会有新的第几代、第几代。对，不管你是要买相机啊，或者买什么东西，就数位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新的产品。我觉得很特别，明明是耶诞晚会，为什么开始聊起购物台在？我是说真的嘛，你叫我分享，听你的讲，我就分享。所以2020的计划就是买东西要三思，慢慢来，对吧？三思，而且2020也不见得要出手，因为什么？新的东西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先观察一阵子。你有没有买？2021、2022、2023。OK， 不要急着。那时候技术都已经很成熟。等到2023再买。对。OK， 好，听你的。很成熟。就听你的。听你的，大家都倒闭了，听你的，大家生意要做嘛，好不好？好了，量力而为，谢谢老萧的分享。你还可以再唱吗？当然了。OK， 我刚刚很心疼。说你要不要就王菲一首王菲的小蝴蝶一起唱王菲的小蝴蝶夜太美的小蝴蝶你是我的小王蝶可以的还蛮强的好，那我们就请各位用最热烈的掌声先给刚刚的表演拍拍手，同时期待广告之后待会还在广告，对，我们要在广告，在广告，你帮我们说好不好？进广告说什么？进广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没什么力气，广告，还没进广告，进了，刚才那段没有进广告，刚刚都播出去了，真的假的？对啊，现在才是我们粉丝互动的时间，2021到2022再来一次，现场福利，那个女生的同款呢，同款呢。刚拿了好高杯，我看到，我就跟他敬了，敬一杯，你的比较新哦，专业，对不对？专业，你知道这个要洗干净，我要每天洗，每天要洗，每天洗，不然有臭水壶味道。
你真的很用心的在跟人家聊天，而且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个基本的常识，对不对？要干就不要锁紧。老肖好贴心，知道了哈，贴心，很贴心。最近狮子的要不要宣传一下？哦，狮子的专辑发行，喜欢摇滚乐团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狮子的专辑，已经发行了，里面有很多很棒的歌，希望大家喜欢。然后希望很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狮子跟大家见面，好不好？好，可以吗？演唱会，对，好。很忙了，因为还有尾牙呀、啊，还有跨年各种。对，这时候特别忙的。辛苦辛苦。那而且才刚结束演唱会巡回。对对。很多没有结束，还在唱。辛苦，你看他们站在那里也很辛苦。没有看到你就不行，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过来一点。心就得安慰了。来，亲爱的，亲爱的，来来。看到你心就安慰了。既然要给大家福利，我们新北耶诞城是不是舞台这一次特别小？没有，差不多啦，差不多。不然那边的朋友我都看不到。你不要再往前了。对，你小心，你小心。小心哦。那待会我就冲下去喽。你不要这么冲动。担心哎。你不要冲动。不要这样嘛。冲下去都是平常不是，我是怕你把感冒传染给他们。哦，真的真的。可以。其实我现在很好，看起来是根本就没有问题。你现在肾上腺素了，你回家你就知道了。来来来，后面的朋友跟老肖挥手一下，给他力量，给他力量。OK， 太棒了，也要给我们老师拍拍手哦。哎，狮子的都在。辛苦了，辛苦了。今天这个规格真的像小巨蛋的规格。我们广告这么久啊？怎么样先？怎么我们电视台不能赚点钱吗？不赚钱怎么请你来呢？没有。不过我们放心，广告也都是你的。那个雅文很多，我唱错了。我刚刚唱什么？我刚刚唱到什么去了？阿文。哦，雅文啊，反正他是代言人，我又不是，我唱对干嘛？我去你丢啊，我吉他啊哈。好了，接下来交给你了。真的，他真的身体为样，但你们完全看不出来，这就是萧敬腾。真的状态超好的。OK， 所以我们要陪他声嘶力竭到最后，好不好？好 ，OK， 开始了吗？开始了吗？等一下会有一个片头，那前面有一个美女导播，她会比五十三，会给我们时间这样子。然后片头完之后呢，你再开口。这个美女导播，30秒，好，可以吗？可以吗？可以，30秒了吗？现在？对，在你讲完的时候已经变23秒了。对。要倒数，待会要倒数吗？不用不用，他会倒，会有20跟10。倒数之后放鞭炮，放鞭烟火，实在不是很好跟吃感冒药的人聊天，你知道吗？会先尖叫。他现在头顺便提早跨年了。不行啊，不要闹，还提早跨年呢。好，准备了，那我们开始。好，来准备迎接2020的到来。高哥，你要不要每一首歌都上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是我的小。接下来唱一首歌呢，是可能大家都蛮陌生的一首歌，那也是我蛮早期的作品。这个歌，寂寞还是你，寂寞还是你，写的一首歌。然后在第一张专辑呢，它放在 bonus， 是一个就是只有一个 demo。那我希望，我知道大家一定没听过，听过，听过。在这两个专辑，大家可以听到这一首歌，就是编好的这个歌曲。那现在唱给大家听，好吧？寂寞还是你。
往前走下去，漫长不知距离。唱一个，去年有一张发了一张新专辑，然后里面有一首歌蛮火爆的。
太美，尽管再危险，总有人可以见证我好。
请接受我们万人的喝彩。这个压轴实在太值得了，对不对？等一下，我们刚刚不是约好了吗？他声嘶力竭，你们也要哑着回家。三二一，老师。哎，你的麦呢？你的麦不见了，我们一起说一声明天见。你麦怎么就丢在这里了呢？还要被拿去卖？好，来准备喽，明天还有精彩节目，对不对？明天晚上6点到10点，在同一个地方也有精彩的新北欢乐耶诞城演唱会哦。好，让我们相约明天。谢谢，辛苦了。刚刚被跳的是哪一位？也可以说命 TVBS 其实有刮到他的精彩转播。拜拜，谢谢，回家小心哦。好，如果还有力气的话，再谢谢老乡。谢谢最棒的观众，就在新北欢乐耶诞城，谢谢。谢谢 TVBS 团队，谢谢，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辛苦的。